听见彼此音乐会幕后探班，那接下来呢，我们在音乐会的现场又请到了宝岛台湾的音乐人胡德夫老师。胡老师您好。大家好。你好你好、嗯、大家好。胡老师，这一次我们听见彼此的音乐会啊，是跟中国的以及东南亚多个国家的音乐人一起齐聚在海南的三亚来共同演绎这样一场音乐会、嗯、您有什么样特别的感受跟我们的观众分享一下、哎、我的感受非常的这个深。我来以前我就一直在想，在这次这样的一个大聚会，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第一个，我是感受到，就是我到来到海南，我那个跟台湾的那个感觉一样，鸟鸣花香的，还有就是海边太平洋的风吹来的感觉。这边的风景是非常的好。然后呢，我们聚在一起，从马来西亚来的朋友，内地来的朋友。台湾来的我们就在这边，我们在一起，除了唱我们自己的演绎我们自己的歌以外，这个我们还坐在一起会聊，会谈到，会唱到，这个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个台湾的歌曲也好，是大陆内陆的歌曲，马来西亚南岛的这些风味的歌曲。相互的影响是产生出来的，这个马来西亚的歌或者是我们国语的歌曲，那这些很多的这个时光都会倒流，然后再看看文章啦，一些好朋友们小哥他们，在他们从年轻时候到现在所有的这个歌的那个表现，在他们最精华的这一块在这舞台上表现出来，我想这个是很难得，非常难得的一个音乐响宴。嗯，那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观众来说，一定也是一场非常经典的，而且很难忘的音乐会。是的。那提前给我们的观众来剧透一下，您表演了哪些曲目？啊，看到这片海，太平洋吹上来的感觉，哎，特别的惬意。对，惬意。我那时候想，在选择歌曲的时候，我在想，我要把太平洋的风也带来这里，吹在这里。太平洋的风这一首歌，一个是这个我们的人民努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从没有到有，然后这个过程，这个风景，这种波澜，我把它写成这个一首歌，叫做一幅画。把整个这个长河里面的这个人民的辛苦和收获，现在的收获大概都描述在歌里面。很期待啊，真的。好，那最后呢，请您来给我们的观众推荐一下这场音乐会的话，您想对他们说什么呢？我想说，朋友们，你一定要打开你的电视或者手机，好好的看看我们聚在一起欢乐的那个氛围样子，还有每一首歌把时间把时代挑出来，跟大家见面的这个时刻。好的，谢谢胡老师，那我们一起期待我们听见彼此音乐会。